上任短短半年，教宗方济各佢直接简单见证信仰，实践福音嘅言行，对青年人嘅感染力有几大呢？第28届普世青年节即将喺巴西举行，当教宗方济各遇上普世青年人，会有咩化学作用呢？本集梵蒂冈连线，请嚟吴志芬神父、年青嘅耶稣会会士及参与世青节嘅本地华裔青年，一起为你深入剖析教宗方济各对年青人的感染力，见证历史，展望未来。梵蒂冈连线7月17日加东时间星期三晚上9:30，全国播出，网上同步直播。